7点要去找事，所以早一点起床。很久没拍片，因为我的眼皮上长了一颗痘痘。阿乔，奶奶，奶奶，爸爸的爸爸，爸爸。他为了保暖，我还穿了那个小朋友的芭蕾舞裤服。超多的，跟车的去那个，呀，超多的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回来了。超级爆炸多的东西，你们看我买了什么东西？不要叫！首先呢，买了甜不辣螃蟹，我想说等一下下午肚子饿时候可以当那个点心蒸来吃。已经死掉了。还有辣椒、鸡蛋、芋头。今天中午想要来做芋头粥。很大把的芹菜，还买了火龙果。这个应该是鸡肉、猪肉。这个是虾米。等等煮粥要用的。对焦对焦。番茄是那个在全联买超宝贵，两颗80几块，都舍不得买。然后在这边买大颗，这也烂了，大颗1、2、3、4、6颗50块，就是差很多。所以我这次要买超级多，想说可以吃久一点。好，就这样，没了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时间是。早上的9:47，看到吗？9:47，然后我刚刚已经写完日记，然后稍微打扮一下，整理一下我的仪容了。姐姐，再见啊！很重，嘿嘿。对，我接下来。打扫，然后打扫完之后要去煮午餐。今天想要做那个芋头粥，给你们看现在可怕的惨状。
就是鞋子乱丢啊，然后是球球衣服，然后是昨天开封那个厨师机的垃圾，然后东西啊、包包、外套叠在沙发上、椅子上这样，惨不忍睹的书桌，就是各种乱七八糟，也要扫个地、拖个地这样，然后衣服也还没有洗。所以我现在要先来大扫除，然后差不多11点的时候开始备料，就这尤其我这一次距离上一次吸是大概应该也一两个礼拜有了，就是蛮久的，差不多很脏，再加上养狗狗的关系，所以就很多它的毛。今天要来煮芋头粥，再来，我要切番茄跟芋头这些。哦，这个好可怕！啊，又来超爆烂了！我买的时候其实就知道它有点太软，可是又觉得便宜，所以还是买了。赶快把它弄一弄，好香啊！好喜欢吃番茄。今天这边是芋头，小虾米。我们等香菇泡软一下，泡反正泡完之后，等一下我要就是稍微炒一下那个芋头，炒芋头，然后炒完香菇肉丝才会开始煮粥。这只狗叫做球球，然后它是我大学同学的狗，送来寄养一段时间。
的量备的差不多了，这个就是刚刚切的那个番茄跟芋头，这是生米，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有洋葱啊，然后白的葱头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是香菇，然后这个是芹菜跟绿葱青葱，然后这个是刚刚在市场买的绞肉肉丝跟这个小虾米，然后调味料部分我应该只会用就是黑胡椒粉跟胡椒盐，等一下再视情况而定，也有可能会用酱油。哦，那小虾米是什么时候放的？我们现在要带球球去操场散步，然后要顺便来跑步。我是一个超级不会跑步的人，然后想说，就是趁有空的时候来练习看看。Thank you.
这个动作，我觉得是我们怎么挑说我们螃蟹肉到底饱不饱满。你看，我们就挑最后一只的地方，这里我们轻轻的压一下。你说头也要剪切？哎，可是它肉看起来蛮多的，是饱满。说从嘴巴戳进去，打开，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个好像是母的哎，是吗？剪干净就好。就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洗得巨干净哦。反正我刚刚是照着那个 YouTube 影片上面说的，就是加一点点米酒，然后一点点盐，这样子提鲜味。然后现在就是要等它蒸熟。来喽！熟了熟了，很红很漂亮，当然完成。这是我们的晚餐，一样是芋头粥，因为中午没吃完，煮很大锅，然后是螃蟹，然后这是我刚刚做的醋糖醋酱吗？醋什么？姜醋酱。晚上来看电影，好了，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了，再见，拜拜。